有请问，我今日世界最好料的蒸来吗？我今日是，为什么我世界最好料的蒸呢？应该都是家家己炒，他们炒得怎？来几个几个办法，这世界最好料。好了，我是讲炒安怎安怎，想煮啊。啊，这蒸呢是为我个家家啊，对。来，有请问。有钱也叫炒炒，就这个东西啊！我炒炒鱼，他妈从炒鱼出米啊，是不是？我一炒大鱼啊，那是我系 control 的精啊，那是我个 control 的精，一家就系 control 精，这个好啊，对不对？小人家通常大鱼精加几万倍，好意思喂？见见朋友，见见高层贵，见见接头，或者见见大，见见头杂哦。见见头麻波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对啊，啊，了，那是做生意的人呢，都无够用点声，伊希望伊的点声，行个万步，行个万步，行，他万步营销，他万步塔尖，他万步，他未准备好事，计划未来哦，只得钱嘅未通。啊，做生意的人啊，做艰难上了个万步嘅，做艰的人呢，就希望佮见佮贵有无？做古币啦，咁咩？咁咪咁嘅话，咁咩又善路？对唔对？金石咁咩贵？知道？蜡烛咁咩旧？知道？咁咩绑架？知唔知啊？睇老人咩事咁咩？老人事咁精夹好头领。所以你听到老人嘅嘴啊，呢度讲几句啊？故事，故事我十八回就是啊，成个一朵花咁啊。故事啊！我知我唔知贪偌济镭啊，嗱，故事啊，当细汉嘅点子啊，我俾佢听歌，入到咩嘅，希望入到咩嘅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啊，有我爱啊咩，我爱嘅时间对我是 control 为主，我爱见你点子咁样，我爱办你点子，你好加办，我加办，我加办，我爱后边你点子，对唔到边个，我时间嚟乜嘢就，系嘛，我希望啦。但是是不是 A 啊？是不是 A 啊？这是无可能的事。上帝才奇妙，给人二十四点钟，给人二十四点钟，然后这二十四点钟就是安尼行了，一贯在你上帝手中。阿门啊！阿门啊！无对心想什么来讲，对心爱什么，我甲你讲，这未发生的。所以讲面对的现实。除非我讲听，除非后面物件未改变，后面物件未谈，后面物件未磨合，后面物件未取得案，后面点声，你只只明白上帝旨意。我讲系之外，对顺服上帝时间，顺服上帝时间，大家讲顺服上帝时间。那系之外，到底拄到啲上帝时间嘅手内面，我那是顺服喺度睇落去，你讲上帝咯，明白上帝旨意，到底上帝嘅锻炼内面。那是你手啊，当上帝行工，上帝时间在你行着啥？你手去动上帝时间，去砸上帝时间，去阻碍着上帝时间，还是怎样？你代志会愈惨，代志愈慢，拖愈长，然后出现愈多问题。咱看一个故事好不好？咱看一个人叫做亚伯拉罕，大家讲亚伯拉罕。咱看一个上帝的关系，解一世人，上帝安怎解教些？看一一世人，安怎上帝手内面，安怎传呀？咱把伊是最恶长物件，就是顺服。那咱今日看圣经啊，长啊，创世纪十二章到咱二十一章，但是我无咧读了，放心，咱是看过来看。我要专心对我来行，好唔好？等你专心对我来行，等他都趁着你行，阿妹咯。爸爸，你去拜来，讲你专心，都趁着你行。阿爸阿头几多？耶稣对对灵魂行，传我传你。我有叫过你圣名，开我目睭，圣灵给我讲话，帮助耶稣来祈祷。阿妹，嗱，有句话我讲俾你听，暂时要充实己。阿伯阿汉是一个信心的老伯。但是是有信心嘛？安怎叫伊有信心老爸？你只个上细去看伊个生命，其实无咩信心个，伊就到处查错个。我会使咱讲，
阿伯拉罕，伊是按照他的信心，因为上帝训练伊，变做一个信心的人。所以他人讲是普通的人呢，但是这个信心的功果呢，在你的生命里面做出来，或叫咱不道的人明白含着信心，所以叫做信心的老板。明白我讲什么？咱看，那上帝带领阿伯拉罕从乌尔出来，叫做英文阿伯拉罕，我让你子孙上了天顶的星，海边的山的景，是不是？所以咱看这个信心在哪？这是头道阿伯拉罕，阿上帝跟阿伯拉罕讲话，看到信心在哪？创世纪十二章第二跟第四节，亚华对亚伯兰讲：“你当时无叫阿伯兰，叫阿伯兰。你若愈要离开本地本家的地处，就是甘榜啊。按我所指示，我所在去，我要叫你成为一个大国。我定着赐福予你，叫你名为大。你若要叫别人叹服，要叫别人叹服，为你祝福呢，我定要为你。”我们就要赐福你，来救助你的，我也就要救助你，地上的万族拢要因你得福，亚伯兰就照了亚华的吩咐去了，罗德也该白白去。迄阵时亚伯兰出亚兰的当时是75岁，那圣经里面讲，上帝应允要成为大国，但是呀，伊一个持久顶无啊，一个囝无啊。但是上帝应允你，该讲话，我要让你成为一个大的国，伊想要生的是子孙啊。一听一对一对的话出来了，哇！第二道，上帝果在跟亚伯兰讲话，英文呢？在第二道的掌声，在十二条那边出来讲，亚伯兰经过那个所在掌声，到个世间的所在去，摩利的橡树下，那就是迦南人所徛在所在。亚华利向亚伯兰向显现讲，我要将这个地孝数予你的后代，但是这位暂时阿伯兰只有5岁，阿未有生子，阿未有孙，下面人无上帝来讲话，即系地道来讲话，我俾好你后代，你后代要对对来当点徛嘅所在。系这位阿伯兰讲，上帝阿伯兰讲话，第三条来话，13条嘅第14节，九加十八节，13条嘅14节，九加十八节，呢阵时攞得。行到甲这个罗德阿伯兰行到一个所在，迦南的所在，对唔对？迄个所在，我速度嘛好无哪里叫，是不是？然后出现到一个问题，就是罗德甲阿伯兰，罗德的哥有人，阿伯兰的哥有人乱。当这罗地的人乱的当下，因为伊人是亲戚，阿伯兰讲我未使搞小正，因为那人罗是上贵的。所以阿你看，你行到路，我就行到路；到后尾，你行东，我就行西；你行南，我就行北。你成经，攞得经啊，嗰是咩啊？攞得经了，傻到嘛，系咪啊？攞得经啊，傻到嘛，要行下看平原咧，水嘅所在，你咪去。然后等于睇到只地点先啊，攞得睇到只地点先啊。迄阵时又不能搏搏少啊，对水嘅地攞得经嘢啦，你咪行到路。但是这段点先咧？上帝第三道来提示，来提醒伊阮阿伯兰，都解讲话。咱看第15节，上帝对了阿伯兰讲14节，大地你所大着的所在，你唔勿向东西南北看，凡你看到的这一切地，我定要要赐予你甲你后代，直到达永永远远超过天高了。上帝解讲。我要让你子孙像个土卡的沙安尼子，人啊所碎土卡的沙，甲伊在了所碎的后代，有起来，你行一片地，我就要去将这个地销售了。上帝第二道，还讲了啥？讲得清楚了。伊讲我要让你子孙，让你子孙像沙安尼子，人啊是碎土卡的沙，甲伊在了碎的子孙。哇！上帝在第二道来讲话，有啥？你信正个对吗？你得到上帝来施，是不是？或者又叫上帝啊？你跟我讲话，是不是？第二道，该讲话哪讲？这是上帝，这他妈第三道上帝跟阿伯兰讲话，第四道上帝我甲阿伯兰讲话哦。那、这个所在呢？这个东西呢？是
索多瑪，即係對集過掉有隻出現嗰隻問題，對集先掉出現嗰隻問題，對索多瑪攞得到嘅所在，學把你時間嚟講，嚟證明啊，嚟證明啊，嚟呢樣嘢，所以攞得你對咗條呢樣嘢。亞伯蘭聽到啲消息，就穿了伊嘅兵丁啊，穿了伊艱難嘅搏戰啊，就八個月拍戰。结果上帝可以很多祝福的，一拍赢了就战，将罗德救回来，将三叶给他救回来。第一看到这三叶，就是一开始就在点下来，点来后面树呢，开始心里面感觉一下无奈，我咧这三叶做咩呢？我无惊无惧，上帝在的心，到上帝第四道在来讲话，人看上帝在来讲，这个代志都由上帝在异象中有话甲阿伯兰讲，阿伯兰。你唔通驚，我要做你盾牌，要大大相信我。阿伯蘭講：主耶和華，我無驚，你何我含義咧？並且就對誒承受我嘅教會咧，甚至即打馬色以利以謝。嗱，以利以謝是阿伯蘭嘅家人咧。即係古仔就影就嚟講咧，嗱是講我無驚，古仔娶我古仔無成驚，然後我一世經一個位家人。来代替外家做外家，把到中外三业而已。这以西以利以谢大马色人呢，就是阿伯兰重视的目前上，阿伯兰家世啊。伊就讲就耶上帝，我无惊，甚至我要中外教会教我这个艰难。但是话上帝来讲话，上帝对阿伯兰讲，这个人被作为后代，如本身所生，该作为后代。过在一摆，带伊出去外口对伊讲：“你向天看，去随看，干了会青，那是会随归来吗？”又对伊讲：“你后代将你上加会青，安尼子。”上帝知道，该讲话了声，无对了涂开刷。上帝带出来吊拍，见青来看，你看天顶个青，那是你随天顶个青。你的后代都是这样子，这样上帝来应允你，但是只换一个方法，甚至讲到你看这个东西啊，阿伯兰成个无咩明白，这座呢大地十五条，创世纪第十五条第七到十一章，上帝做了一个啊，看起来特别人的面啊，幼稚的面啊，特别人看起来真重要的面啊，咱看上帝做啥物面啊，阿伯兰啊。创世纪十五章第七个第一节，这圣经讲耶和华又对伊讲：“我是耶和华，曾经带你出加勒底的乌尔的，为着要将这个地数和路归为三业。”阿伯兰讲：“主耶和华，我安怎知？我甲话你一个惊，我安怎会知？安怎会知讲你将这个地销索我呢？”上帝讲：“你以我提了一只。”三年的牛母，一只三年的羊母，山羊母，一只三年的绵羊，一只斑鸠，甲一只鸽仔，阿伯兰就提来了，就劈做两边，分做两半，摆了，只是鸟无摆了无吃亏，然后有一个雉鸟，这老鹰的一种的鸟啊，你来要将这个。啊！死的禽兽要吃，死的禽兽，阿伯兰就将伊赶回了啦。听出未？这七条诶，这十五条诶，七条在伊在啥物物件啦？他们是要将禽兽放到路边。原来古早诶人啊，古早人像合党啊，古早不要像合党诶。伊当是白白要做生意，白白要行做伙，咁啥？要买卖啥物件？咁啥？伊当无相信对方诶，咁啥？伊当会使在正人面头前做一个合党。也是叫做一个咒诅，将窑拍开，白炉饼，牛切开白炉饼，啊摆做挪掉个挪爪，一半一半挪爪，然后伊呢就要家咧家伊参合党个人白白行回去咯。意思讲咩嘢咧？意思是讲，若是讲你背一个窑咧，你就上加这牛粪窑咧，白炉饼，死的意思。啊！咱最近哦出现一个物件，就是斩鸡头，对不对？有听到？咱贵家乡出现一个问题，有人要给斩鸡头啊，这是咒诅啊，对不对？对啊，
对啊，啊，古早人占白，占连占白鸡啊，即酒桌啊，拢是你。那伊人的罪名就来看，伊人的罪名咧是占牛占羊。那上帝做啥物件啊？通常人用一只人啦，有驴就拣牛，较无驴就拣羊，佫较无驴拣羊，佫较无驴就用鸟，你知道？这是献祭的物件，伊人献祭的物件做物件。但是上帝将所有的牛、牛某、山羊、母、甲绵一个斑鸠、甲鸽，拢总摆在头前面，解救住啊！上帝用了人的办法，人的明白的办法啊，来应允阿伯拉罕，解讲我咪好自己惊，即句话是骗你的，即句话做你看，甚至你未明白哦，我将你明白的代志，当时的人所做的这强迫党的罪行，我就请教我。加清楚未？清楚啊！安看，当天来做啊！甚至安看会点声？等于摆到这牛个鸟会点声？上帝可以看到异象，一当会看到效应啊，可以看到故事啊！安看，日头在落山，但是阿伯来喊到闲啊困去，忽然看到一个惊的大阿母到伊身躯，然后我对阿伯来讲，我的确要让你知影。你后代在那边吃大你别人的地，又要服侍那个地人，那个地人要苦待四百年，并且如伊人要将所服侍，伊人要将所服侍的国话未接管，后来伊人在那边娶了真济财富，都去变出来，如要向那大辈修，要长命平平安安，归到伊来做一边去，必然败葬，同志们，上帝可以看吉祥，这个吉祥是四百三十年后。四百几年后嘛，发生的代志，都是他们约瑟，阿伯拉罕生了以撒，以撒呢生了雅各甲以扫，雅各生了十二个囝，其中一个叫约瑟，被卖了就被卖了的埃及，是不是？埃及地，那这个代志四百年前后，代志上帝可以看到，讲女的子孙得了卖大地埃及而为呢，来做奴才四百年。我们还看，只可以看到，你看到没有？到你十五家、十七家，就一家的上帝，我来看到咩嘢呢？第四代啊，我来从圣经来讲，到了第四代，伊人也特别对到这个所在，为阿摩利人的罪，阿为摩人，阿为万人，点声，或者大家拢点声。上帝来讲的，当今徛到的所在是阿摩利人的所在，即阿摩利人就是迦南地的一个其中的大民族。就是贵的甘地代表，然后上帝来讲，这个班的人真恶毒，但是伊的罪也未够点声。到了四百年后咧，有一个就是女的民族咧，被夺对来这地咧，将个人隆重毁灭，然后退这地来还。日头落山点声，忽然间有一阵的烟，就是炉会烧起来的火，将迄个所谓百地点毁了。来请问，注意这物件。当上帝可以看到四百年后的代志了，到了约瑟过后，摩西起来，然后教教约书亚带伊斯兰出埃及的规段的故事当中讲话这个，阿伯兰听伊的子孙的证言，然后上帝好就连火行过，但阿伯兰摆条怒抓的白龙烧掉这白了。上帝做了什么东西，对他来看可能是一些无望的东西，但是阿伯拉罕明白，所以他做准他的办法，让阿伯拉罕明白他的恩恩，但是点声未够，大家点声未够，听到吗？那是如果是阿伯拉罕，你看到上帝无听你来跟他讲话，你满意吗？你相信了？会吗？你相信了？要去对上帝话听，哎呀，会按照上帝点声，会等哦，哎呀，这个人未等，安怎？阿伯人未等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。十六点一到六十出现问题，安怎？十六点一到六十第六十点声咧，伊个波就未等，但伊波未等的点声，就将伊十五间何咧阿伯人喊，阿伯人未等，我讲阿咪就好咪啦，然后下只十五间计生了一个囝。以色玛利，即个
对啊，啊，这医生把你生出来了，生出来就对了。当这个查某囡有心的点子，就看袂起伊的头家嫂，因为伊有心，伊怎了？伊头家嫂无精无囝，是不是？那兄弟们，啊，我前年看到的点子啊，有出现哪物？家丑莫败呀，那个家丑莫败呀，对不对？好难呀嘞，阿不拉罕呀嘞，那个姊妹，好咪说嘞，伊无顺服上帝的点子啊，被单挡唔到啊。那我讲兄弟们，跟上帝呐点子你行点子，你手若是帮上帝点子，出事了。这个代志真系简单个嘛，医生嘛，你生了个囝就是当今个阿伯人。你看见个阿伯人，在你巴勒斯坦个怎么样？个医生个人是不啱个，在你古扎，医生嘛，你就是这个啊阿伯人个查某囡生个东西，高价这个医生，代表医生人生个东西就是伫修正、修正、修正、修正个囝子，咪在你修正。大件事啊，爸爸你两个大件事啊！人的手若去挡了上帝点声，都出事啦，都出事啦，你知吗？出事啦！开始个来敲，个来关照我干照，喊什么嘞？因为伊无顺服上帝，大家无顺服上帝点声，哪款？第五道上。伊人做了上帝，我是怜悯的。第五道上帝过在一摆来应允你啊！这暂时啊是阿伯兰99岁，明年就成年了。但是上帝再讲伊信心软弱，过来应允你啊，过来托伊啊。那你看，这座99岁样子啊，上帝用啥物款的证明来提醒阿伯兰？那你看，17章头节。阿伯兰，你甚至99岁，亚华兄弟兄弟对讲，我是全能上帝，你当坐到面头前做完全人，我咪讲你了，你子孙要真正济。阿伯兰批判到你头家神对讲，我咪准备了，你咪做济国的命，从今以后，从今以后，你名我不再叫做阿伯兰，叫做阿伯拉罕，因为我咪你去做济国的老板。因为我要让你的儿子生出真济，国要到这里建立起来。安尼，请问，即句话，上帝要让阿伯兰会记伊的约，伊叫伊换名，佮叫伊无换名，伊的无本来名撒来，是咪呐？对吧？撒来，后来叫做撒来，撒来，撒来就是济国的老母，伊的名叫做阿伯兰，当天换做阿伯拉罕，就是济国的老爸。上帝换伊名来提醒伊。讲我要让侬成为济国的老板，意思讲要成囝。你系怎话？上帝奇妙，咱看阿伯拉罕果是无上帝，你看阿伯拉罕安怎回答上帝啊？阿伯拉罕都皮得无卡，听到声啦，但你心内面暗笑啦，偷笑啦，讲咩物件？我就是8岁啊，我哪会成囝啊？三来已经90岁了。经烧去了，我来先听。阿伯兰对神讲：“但愿伊斯玛利，你想伊斯玛利无了了？伊斯玛利是十五间嚟听嘛？伊回答个点声，伊是客气客气啦，对不对？但是我感觉伊是无事嘅啦，对不对？所以回答个，哎呀，我同佮伊听叫伊斯玛利，但愿伊斯玛利是如讲嚟听，我已经生了，再来交到未了伊生听。伊个是无用听啦，咱看上帝回答你。”那是我是上帝，我就要躺住的咁样。但是上帝听忍耐的话，真正奇妙的话，神讲问唔是安尼款的，你囝生来要为你生一囝，连囝的名都可以啊，你要叫伊做咩？伊啥？然后我要甲你坚定所立的约，做伊的后代永远的约，连伊的囝的名开讲啦，你可以叫伊啥？我不要听啊！我换你名，换你我的名来，你囝名跟你讲。你知吗？人就是咁，未相信。你知吗？地难刀，上帝未打人啊，家己落来，都天落来，你亲自显现啊！但到时用声的，看到异常声，即阵伊人来啊，人话，伊人为阿不拉喊你点声啊？
这三个人朋友即后摊徛到阵树枝面橡树，然后朋友三个人行来，原来这是上帝的化身啊！讲上帝化身，伊从天使代表上帝来，亲自来到人间讲面。伊讲面阿伯兰，你摸着咯？伊讲在你叫下来，这三个人叫有一人，三个人对伊讲，甲我名明年。明年的安排当时，我特别在对人这个所在，女的囝生，女宝生来要为你生一个囝，然后生来到伊后尾位也听到安尼款的话，阿不然个生来真正老了，生来未经对了，生来心内暗笑讲，我已经是白了的，我系主，我系安达白了的，安怎有喜事咧？然后亚华对了生来讲，生来我是暗笑。讲我已经老了，我未生咧。又话见，又话大家未做勤苦做嘅嘢咧，旧了点先啊？你讲旧了点先啊？明年安排点先？我就到到东人去所在，杀来俾鬼佬生嚟惊，杀来惊，但是无成意。教个上帝，这三个人代表三位天使，这三个人落来，这三个人是谁？上帝亲自落来到阿伯拉罕嘅头前啊！欢啦！我讲阿伯阿真欢啦，咱嘛想，是不是？我哋都系一样，好似新婚咁咯，欢啦，系咪？上帝未但落来面头前啊，交加十一条大事发生啦。有一条圣经记载，有我含有一段负责圣经所啊解讲嘅话，就有啲话何失礼成就。阿不然你老人家生来有心了，到神所讲的点声来，点声，所讲的点声，和阿不然生了一个囝，阿不然叫生来所生的囝，名叫做以撒，生了，大家姊妹，大家看，阿不然加上帝关系过到阿不然英文名 ，OK。然后用牛羊鸟甲伊来利用，可以看到意象，甚至可以知影未来的代志，佮亲自来显现到头前。但是阿伯拉罕会顺服回上帝了之后，无，所以阿伯拉罕出事。今日我讲系之外，我只简单地要甲你讲到一个信息，但系之外，你生命要探讨需要点啥？你要找到答案需要点声？你生命改变要需要点声？然后信仰要行到你生命来需要点声？上帝有一下做物件发生有，但是大部分如果圣经内面咧需要点声？头一次上帝应允阿伯兰的点声，伊讲要一个囝点声，伊无一下可以囝就是十五岁，到尾百岁可以囝，足足等了二十五年。有一点声的，但是咱做就几多多，咱常常袂当，常常家己去敲点声，常常家己爱敲家己爱敲的点声，都是出事了这边。袂管咱点声搞行多长，袂管咱点声做在上帝手的点声，咱落到你最后面路行多长，袂管咱功课学袂到，我咧不知。上帝是当时在讲话，但是爬未起，车未来，哈咪事咧？因为人无顺服上帝，点声？咱就是小物件，惊要改变，惊要改变，对我惊要改变。唔是上帝子，我咧吃马路内咧解决，甲别人话咱笑，对我几多咧阿龙当中笑伊，未记我听伊笑，对不对？那当然笑了。我跳银行嘅，就大家想，嗨呀！啲银行嘅机烧你啦，浪中小心停。那些姊妹，人是干嗰啲敲点声，原因就是人无顺服上帝点声，所以大事要屈啲理解。那些姊妹，肯是顺服，我哋讲，顺服是咪单？第讲咪单？肯将点声交上帝。信我上面要信的，大家要信。咱相信上帝的头前一片一片啊，都一条的，一条的。第三，信我上面
所以佢会白要放嘅，放嘅白落上帝。所以除咗一个事经啊，即事经话边问题啊嘛，无将，即将对你说就地球，我叫你白落上帝。所以回出话，你是不是甘愿做一个无将的事经？来顺服，所以他们是顺服，顺服是要等的，大家要等，唔通紧张，话你无法成，要相信，要等，教咧同声，就发生，阿不然等咧就过年。上帝无停的预备，无停的重复，重复啊，来讲，教了自己，到了时期，到时间的时候。高音声发声啊，阿伯教，你知上帝教阿伯拉罕，上帝麦激昂，上帝音声，当上帝为咗受苦，到受苦，你受苦对你好嘅，你望去惊教，佢就望去惊教教，去将上帝手，我未见到佢照，我未含未够难苦，哇，大事都成啦，我未等啦，未乱啦，我照掉嘅嗰个大事都得，因为你啲中当上帝音声。上帝阿伯拉罕，你对当上帝点先啊？上帝哎，我未生，我当然从嗰个人做啊。我做就我跟阿鲁，一声头就惊鬼肉啊，结果出事就我跟只个不多咧，看衰呢头嘅数。最紧要，伊人去当上帝点先？上帝为咗受苦点先？祸点点先？教嘅教得点先？佢就要掉天马起来，教得点先？佢就要讲起来。第三，顺服上帝，等待，完全帮我上帝。传呀，心内要平安，在阿公上帝传呀的路，那都是美好的。阿门。所以愿意做这无教的事情，这教到底上帝手啦。意思是讲，慢化点声，卖在点声，无去笑的点声，顺服上帝点声。他话呢样，要顺服上帝点声。感谢主，来，别个起来，来。